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809年10月14日，旧历的8月28日，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经过这中华圣王庙庙门彩绘老古画，顺经过研究庙门的彩绘，充满着文化价值，将保存现况进行修复。花卉农会举办防治摩阿白虫害甲基础的操作观摩会，高科技农业的技术协助农友智慧化耕作。福建乡公所举办白金上上分甲百岁人士的表扬活动，福建乡政府的顶嘛希望大家跟随着时代精神，营造幸福家庭。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定古迹中华圣王庙庙门彩绘老旧破损，中华市公所是请来专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哦，这个四门帮顶冠的彩绘完成的时间，拢伫咧1979年进行，而且至少有两层以上，由于庙门的彩绘充满着文字保护的价值。中华市公所将走向保存现况的方式来进行征收。国定古迹中华圣王庙庙门总共有六扇，这六扇门嘛因为年久失修，门板顶头的门神彩绘是得擦得个真严重。中华市公所委托专家来进行研究，作为刷落来修复参考。伊需要经过文化资产局诶一寡审查委员，甲咱地方的意见，大家做伙来配合。啊，然后咱啊选出属于咱要做的方式。未来这笔地若是无要留，我伫报告书内底嘛建议讲吼，咱会当透过甲咱彰化地区的大学吼，做一个彩绘修复研究。根据研究报告，这六扇门神彩绘真有文化资产保存的价值。彰化市公所将以现况保存的方式来进行征收。结果免去有歹去，结果去有歹去，什么都无啊。这第一个，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要现况保存，也要有现况保存的科学方法，才不会让它继续斑驳。啊，当然站在历史，站在整个对文化资产的重视，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做现况保存。但是现况保存恐怕是最困难的一个方法，因为它可能会是，所以有没有新的科技？林世贤强调，古迹修复有真严格的规定，毋是一个人讲着遵守。任何修复，拢一定要经过文主审议委员会同意。圣王庙修复，当然会特别细致。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花卉电农会举办自走式高架杆式喷油机以及无人机直播机这两种新技术。讲除了会当防治摩阿白虫害以外，嘛希望这款的科技农业会当协助农友智慧化来耕作。这几年以来，农业缺口、人口老化等问题，和台湾小农经济面临空前的挑战。合肥地农会特别举办自走式高架杆式喷药车以及无人机植保机，防治摩阿白虫害以及机具操作观摩会，希望透过多的科技的技术，协助农民智慧化耕作，提升产量。自走式高架喷药机啊，即马就是以省人工，啊，你啊上浮嘛，你即马能力啊悬有无？你即马上捌。连你也嘛是行袂落，人工嘛是嘛是袂当落，所以用这高架的时阵，伊了了，啊伊效果，伊的水量有够，啊佫较省工啦，吼、哦，伊会当省人工，啊无你啊人工伫个内底无怎了了，了来了去，你若讲以三分田哦，你人工爱头两
两点钟可能也在淘啦。啊，即马伊目前用高价都淘30分钟来，那油啊淘好淘30分钟来就会当甲完成。陈建志是好比的小地主大点农，伊甲小弟陈建坤两个人进了30公顷的水稻，已经两家地满。因为五年前开始，就用自走式高价喷药车，落后降低施肥喷药的零售个时间成本。你像日本的伊是干啦？干啦也伊干私药尔，啊，阮即代阮若搁啊改良，阮会使搁落做药肥使用。伊目前是水稻，你若药肥，原来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啊，你若有即代时阵，阮了啊，一个伫后壁压，一个开，安尼阮就一边很快就可以完成那个一机多用啦。一机多用，这台可以一机多用。河滨农会总干事张志英表示，农会引进科技技术举办观摩会，希望能解决农业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也希望能做到农业减量，达到优先耕作的目的。台中华新闻也访问河滨采访报道。来看到保阳乡公所清洁队部分传统式的粪扫车老旧，乡长柯文平就任了后，是这个向环保署来争取补助。即马讲这两台上届新型的低碳电动压缩式的粪扫车，经过彰化县环保局的验收完成了后，即马乡长柯文平是亲自替新车来进行着启动仪式，然后交予清洁队使用，加入粪扫清运的行列。两台上届新型的贝利红米集团电动压缩式粪扫车，就停在保阳乡公所的头前广场。未来清运粪扫时阵，粪扫车袂因为老旧过路，也来提高粪扫清运甲资源回收的效率，提升为民服务的品质。乡公所哈，清洁队哈，目前因为垃圾车使用年限已经过久哈，造成本乡哈清运效率哈降低及维修的成本哈提高哈。文品上任之后，今年哈、争取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哈、新型8立方低碳电动压缩式垃圾车2辆哈、今天哈、终于收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在参加我们的环保教育训练哈、然后正式哈、垃圾车加入我们的清运行列这样子，也很开心也很高兴，因为阮的垃圾车唔免阁顾咯，因为这个维修真的是这个费用很大，还有这个新的垃圾车让我们很开心，感谢我们代表会的支持，这样子。即马全乡有4条粪扫清运路线，目前有8台清洁车，其中有4台是即马上新型的电动压缩式粪扫车，平常时清运工作，只要一抓地当应付这林路线的加负粪扫量，唔免阁再另外调度其他车辆支援，也是阁爱阁加走一抓。对于全乡的环境维护、清洁队员的工作安全以及为民服务品质大大提升，未来乡长柯文平也会继续全面更新老旧清洁车辆，让保阳乡更加环保、更加美丽。台中华新闻林桂英保阳采访报道。全托工业公司甲彰化家扶中心合作，好家扶的儿童有机会会当坐到超级跑车坐大街。大家好，我是张暖英医师。即马国内疫情已经无遐紧张啊，但是大家唔通看轻。若是有对海外倒来，就爱先通报。入境的民众若是有以下的情形，就爱去住防疫旅馆：第一，厝里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6岁以下的囡仔，也是有慢性病患者；第二，该房间内底无洗身躯巾，有遮的情形，回国以前爱先订旅馆。若是有甲厝的人住做伙，但是有家己的房间，内底嘛有洗身躯巾，入境的时阵就爱锁屏来选择咧厝检疫。若无照实报，相关的罚18万块。若是暂时来台旅客，就一定爱去住防疫旅馆，请大家配合，维护咱的健康。特家寝室生活馆彰化店盛大开幕，全馆回馈85折，来就送金门礼物哦！彰化市金马路2段422号孟特家彰化店。
欢迎乡亲，今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八月二十九。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爹正当风，好时是透在五点到七点。另外有甚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温馨的画面来看到福建乡公所举办白金双结婚和百岁年岁的表扬活动。今年结婚满75周年的白金婚有5对，满60周年的双结婚有43对，百岁年岁总共有11位。因守护婚姻的方法就是互相相让。福建乡长周延鼎也希望哦，即卖少年翁仔某会当加学习长辈精神，营造幸福家庭。福兴乡长朱元丁载着礼品甲礼金来到双结婚翁仔某厝内，祝贺因重阳节快乐。后生查某囝新妇拢真欢喜，也甲乡长翕下值得纪念的相片。生活呢，大家互相扶持哈。随后乡长也来到桥头村百岁年岁的厝内赠送礼金。阿妈，这要红包要给你。好嘿，哦，对啊，这红包要给你恭喜啦！结婚会当满60年，这对同款住伫你桥头村的双结婚翁仔某，翁婿是真感谢太太爱少年带伊到现在，无咧嫌辛苦，两个人做伙同心行到今嘛。对大哥吼，伊真知足吼，啊，今仔日吼，娶到这个吼，人讲吼，人啊下缘就好啦，啊，衰歹拢总无关系，啊，两个同心啊，共同打拼，啊，建立一个真好。家庭啊，安尼吼，人哦，一世人会当安尼做伙吼，感觉真幸福。对对。啊，阮这个大哥吼，安尼真知足啊，真珍惜这位好太太。啊，这嘛是一个好太太啦吼，会当安尼陪伴伊安尼一路，啊，这个家庭吼，啊，为安尼白手起家吼，啊，创造今仔日有这个家庭吼，这么圆满吼。拢爱感谢妈妈的教育，阿妈是爸爸吼，安尼用心付出，啊，为着这个家庭付出尽力。我20几岁娶伊，啊！伊无嫌我瘦人，我无闲物娶，家己载来尔。啊！你哦，啊！伊无气嫌我，啊！我就是讲，大家斗阵，我当斗阵啊！即嘛，哦，啊，足满足。今年福兴乡结婚满75周年，白金婚有5对，满60年双结婚有43对，百岁年岁总共11位。为了表达对伊长辈敬意，乡长也利用这届机会表扬受到邻里儿乐的楷模，希望少年一代还是敬老爱老，会当搁较珍惜年华，牵手到老。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来看卖画面当中，这44台限量的超级跑车，一捆头哦，全部拢集合停伫咧全托工业公司内面。头家个专工邀请到彰化家护中心的囡仔来到公司参观，坐起哩超级跑车顶面，洗一日呐，真吓跑哦！一台过一台新价不凡的跑车，总共有44台，总价值超过5亿。这不是一般的超跑车距，是特别要来给家护中心的囡仔来体验。今天的超跑大概加来40-50台，那主要我们公司里面大概有7台，还有北中南这些有保时捷的，这些的车主呢，包括的 GT4 的，包括91 Turbo S， 包括最顶级的918Spider 等等的，在这40-50台里面，提供给这些的弱势团体，他们能够真正能够乘坐到这样的一个超跑一个体验。那是一般人要坐跑车就无遐尼简单，搁较免讲即群绿色的小朋友。家护中心主任表示，真感谢包括传统工业吴董事长等人的爱心，唔那让囡仔一个特殊体验，搁较激励家护的囡仔积极努力来完成家己的梦想。也邀请了我们家护孩子来这边做一个试乘，孩子看到都很高兴哈，那也激励他们哦要更加努力，将来能够哈不止脱贫，而且能够来买超跑，孩子坐上去以后都不愿意下来，可见孩子他们对这个梦想是很强烈的，也谢谢他们哦激励了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更上进。未少家长知影囡仔自细汉就真爱坐车，只是厝内经济无好，车买袂起。虽然这群家护中心的小朋友年纪还阁真细汉，不过看伊满足的表情，就知影有偌欢喜。
大众新闻张世良回单采访报道。中华馆第21届红客美展得奖的作品出炉了，这些得奖的作品哦，共按现出时开始，嘛伫咧中华馆的美术馆内展出，总共哦共有这个油画、水彩甲立体工艺等六大类，透过镜头赶紧来去欣赏。已经进入第21届的中华馆红客美展，今年总共有849件作品报名参加，最后有138位创作者得到肯定。在首展的第一天，创作者也来分享心得。变成说在等，在赌运气，因为说他那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没办法从这边射进来，那个烟哦表现不出来，所以那就是一年就赌一次而已啊，有拍到就有拍到，没拍到就是等明年再来。除了摄影类以外，立体工艺类的特种作品也相当特地来感受艺术家的创作心境。这些文字是妈祖的封号，我们都妈祖是俗称啦，其实妈祖有封号，妈祖的封号是从明朝永乐皇帝开始到清朝同治年间，总共有62。文化局表示，今年的红客美展首展按今仔日开始，伫中华馆的美术馆展开，出得来嘛，从到展中乐林中心、甲承德县文化局来展出。啊，这一次黄溪美展共甄选六类，那总共有849位的参赛者，那选出138件。每件作品都非常精彩哈。那我们相关的活动呢，到11月8号之后呢，会到我们田中的乐林学习中心以及新竹县文化局展出哈，再出把我们黄溪美展推展到全国的舞台上。文化局强调，去年红客美展的创作者头一摆进入校园来分享创作心得，同时是得到热烈的回响。今年嘛，将继续办理，和文化甲教育结合，都是艺术教育。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今日来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麦。陈美雪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失算，失算的意思就是事情无注意、无计算到，考虑了无周全。咱来看例句。因为失算，这件工程煞无标到。过来是俗语，千算万算，唔达天一位。这句俗语的意思是，有的人做代志，事先真够拍算，嘛足够铺排。不过，代志的发展有时无法度完全照咱的意思。天公伯啊，那已经安排好势。不看到马步落用。北洋国小金人图书馆是特别邀请到曾连江艺术区天雄来指导学生囡仔创作马赛克拼贴作品。要打去练武室打。有线电视 ，video 啊 ，YouTube。只要一台 A1 Box 有线电视、网络影音，通通都能看。A1 Box 搭载 Android TV， 开放平台应用无限大。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大
到中华新闻来看，培英国小开办真人导师馆，透过无同款的人生经验的专业人士，用面对面的方式，就是让小朋友我甲因来对话甲学习。十四号早起，这节课请来的老师就是正念工艺师邱天雄。透过甲土会当拍开视野，培英国小除了鼓励学生培养看册习惯。这几年以来，学校也努力推广真人图书馆，邀请杰出校友甲各职业领域达人，甲囡仔分享心路历程。因为我是从国中毕业以后，又没有再念高中，因为是家庭的经济的因素，还有家里的父母就带我去当学徒，去学一些技艺。那首先的技艺就是一些那个泥塑、陶瓷粘贴。还有一些蛮多的，包括彩绘设计，这些都是。那在疫情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有长期推动了，邀请非常多的杰出校友回到学校来跟孩子做比较深入的互动。其实呢，就是要打造一座真人的图书馆。那在今天呢，我们是因应109学年度学校推动的这个美感卓越课程。那在美感卓越课程里面呢，我们最主要的课程叫做艺马当先，艺术的艺，马赛克的马。那希望透过邱师傅他带来的职人的这个生涯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奋发的精神，给我们孩子一点感动。那也感谢邱师傅呢，他带来了100多份的材料，让我们孩子也有一个手作实作的经验。要把基础打好了，练书也是要把基础打好。像我们学这门工艺的话，也是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啊，慢慢一步一步提升自己啊。邱天雄师傅是一名40年经验的针线工艺师，主要是从事泥塑、建筑布雕等工作，也是培英学院当中熊爱上学、精彩人生、飞鹰旭日以及圆梦之树马赛克中地艺术的创作者。这次透过精灵导书馆的活动，甲学生面对面分享创作的心路历程，而且直接指导学生体验马赛克创作。原本觉得马赛克只是很多黑黑白白的东西。很多方块，但师傅来跟我们，现在发现有可以更多颜色，然后还可以把它拼成很厉害的形状。施顺兴校长表示，每一个人都亲像一本册，有自己的独特性和故事。借由精灵图书馆，引导囡仔主动问问题，自己去探索关于正念工艺术的故事，以及马赛克艺术的内涵。安尼的方式，会比学生干那为册本当中学知识更靠意义。在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新港乐龄中心去年伫咧台东社区开办的开始舞蹈课程，办庙的舞主哦，和电影的婆婆妈妈是真喜欢哦，拢来要求乐龄中心今年继续开办开始舞蹈课程。台东社区的托红舞课程非常受到地方的婆婆妈妈喜欢。新港乐龄中心在去年开办开始舞的课程，开始结合舞蹈、优雅曼妙的舞姿，给台东的姊妹仔一条的爱心。特别拜托乐龄中心，搁再请老师来替因上课。去年有学，所以今年要求讲。要搁再学这扇子安尼，所以今年以那个得意的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这有扇子，让大家吼、在这优美的旋律中吼、跳到咱这轻快的舞步，回忆年轻时阵，开心吼、一同分享，不但吼会使预防咱这失智症吼，嘛会使预防咱那个慢性病吼。我得意的笑。这哦，这咱村的社区，我阿了来申请这乐龄的这个活动，我阿大家吼、做一个身体健康运动，嘿嘿啊。咱来办活动吼，因拢会真热心啦，来给咱社区吼、到赞助来表演，给大家吼、做一下，感觉因的成果是袂歹安尼啊。像这像个乐龄的吼，一挂时代啊，较啊一挂妈妈们吼、出来大家安听，可以因算咱这是种。拢工业社会，大家拢是爱趁食吼，暗时利用暗时的时间，
吼，啊来遮安尼训练，啊，佫会增加因，吼，遮用个遮较有年岁妈妈们，吼，啊，互因读个，大家加足清醒，因大家嘛足足欢喜安尼。加油加油加油！站起来站起来！运动会当增加脑内啡，提升幸福感。加一点姊妹啊，伴跳舞运动开讲，会更加欢乐。黄元老师指出，跳舞会当提升自信，增加人甲人之间的互动，有伴就会快乐，会当达到延缓老化的目的。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98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4.4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1.5元，中价16.2元，下价10元。各类菜上价38元，中价23.8元，下价14.4元。布啊上价17.4元，中价10.4元，下价7.2元。鸡啊上价34.8元，中价23.9元，下价12元。花椰菜上价50元，中价43.9元，下价33.8元。菜粿上价35元，中价21.3元，下价12.3元。包心白鸭上价20元，中价15.2元，下价8.5元。葱头上价26.7元，中价18.5元，下价15.5元。菜头上价15.6元，中价10.8元，下价8.5元。白菜上价15元，中价11.7元，下价7.5元。苦瓜上价83.7元，中价63.4元，下价34.7元。冬瓜上价17.4元，中价13.1元，下价8.5元。说到来关心户外空气品质，中南部地区哦，伫咧风暴的所在，因此污染物落排扩散，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气象方面，按这个拜四到礼拜假日哦，继续吹东北风，各地区则暗凉凉哦。北部甲东半部地区讲会来落雨哦，其他地区是晴云好天。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十月好精彩，轻松幽默，惊世骇俗，通通有。新味 HD 电影台，雾影门，人人有绝招。鲜肉小捕快，误打误撞。别给我装神弄鬼啊！各大门派精锐进出，武侠神话新风貌，奇门遁甲，一见钟情要人命，已婚大叔豁出去。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歪打正着，红不让，情圣。无法预测的结局，剧本只是参考用。教主开戏，随机应变才是真功夫。特约经纪公司，有些事
知道了不能说，几百万人的生命不如这些臭钱吗？秘密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威胁、利诱、杀人灭口。吹哨人，这个十月，新卫 HD 电影台。